唉，怎么办？今天呢，我可能会赶快把那个……对，这个讲一讲。好，那我们先从……看要不要从这一次开始讲啦，先暂停。我先看一阶谁在弄。iOS 叫妖灵幻想哦，妖灵幻想。我们先看这只好了，这只比较漂亮，像个青玉兽的样子。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美啊！我真的要尖叫了。哎，那个主线很像卡住了呢。现在有国家拍卖了呢。哇！你来干啊！我们东西卖出去了。啊，也太好玩了啦！好哟，怎么办？哎，对 ，sorry， 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忘记了，所以我们早就可以找回了。哦，我真的很生气耶！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？天哪，全部换了啦，又没有钱干嘛？哈哈。